是张小雨的声音啊！啊，在那边！哦，什么呀？那是！救命啊！快受不了了！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，张小雨？啊，小人，你快救救我！我被老鹰压倒了。我也害怕。好大一个老鹰啊！对，你们快把它拿走啊！我现在好害怕，它压着我不动了。张小雨，你先不要动，太大了，我也害怕呀。小南，要不咱们不要管它，咱们走吧。不能不管我，你们快点去叫老师去吧。我们叫老师去吧，管管他呢。好，快点。张小雨是我的学生，我一定要把他给救出来。走，回去拿工具。立马冲！冲冲！救命啊！老师，快救救我！就在那边，冲！上！拿！救命啊！老师，你来了！哎呀，这明明就是一个老鹰风筝嘛！你看看你们大惊小怪的。老师，你好厉害呀，徒手就可以战胜老鹰。哇，早知道是这样子，我也拿起来了。我以为是真的呢，没想到是个风筝，闹个大乌龙。还好，这风筝现在是我的了，我白捡了一个大风筝，老鹰风筝。行了，等一会儿吃过饭，你们去放风筝。好，等老师给你们做好吃的。行。